我的自尊，我的爱情，一切拢出高高啊！古戆戆叫是讲家己是英俊，结果根本是冰尊。雨神，我不是无爱你，是我袂当还陪微雨。以后你就是微雨的阿三，你袂当是守护小白兔的飞鸟。我拄仔有咧问，啊，不过你无听着，所以我。你在空调里吼？你为什么爱讲白茶？无。我拄仔伫咧外口拢有听到啊！你为什么要甲我骗？你为什么要家己承担这一切？你明明嘛是爱我。美英姐，我袂当爱你，你是微云的红尘，唔是我的飞鸟。真正是心灵甲肉体完美结合，爱情的最高境界。足久无遐尔感动过啊！哇，一定是顶世人有拯救世界，这世人才能拄着你。小白兔，你是咧哭？是毋是我拄好对你？有甚物做唔对的所在，还是讲我的表现无好？无啦，你表现了真好，我嘛真欢喜。啊，不过这是最后一届。什么意思？咱不是才开始尔？开始？黄玉生，你敢有想过，咱要用甚物关系继续？还是你准备，阿爸做你的小三？哎，你听我讲，小三哦，是世俗的讲法。较单纯讲，那是互相相爱恋人尔。我想要你的爱，是会当到另外一步啊，光明正大，手牵手世界，唔是这种黄叶叶的爱，你敢袂当给我？小白兔。你明明就知影我的状况啊！啊，咱是有默契才会发生关系，而且咱是互相相爱，敢不是？啊，不过我爱了就痛苦的，我明明知影这是一段无正常的关系，我一遍搁一遍对我家己讲，我袂当甲你有牵连，啊，不过我煞一遍搁一遍，
违背我家己，我如家你这近，我就感觉我对不起魏宇。那你敢有想过自私？敢有想过我？我知我咧做真自私，啊，不过我若是无自私，继续甲你勾勾滴，总有一天，你甲我甲魏宇，咱拢会受重伤。袂，我袂有这款代志发生啊！我甲所有证人打起。你敢会感觉你讲这种话足好笑的？你是要安怎负责任？你是要面对魏宇？我伫魏宇面头前，会好好做一个红事。只要你莫讲，魏宇永远拢无可能知影。所以你今摆就是要甲我藏起来。我甲魏宇做伙分享利息。小白兔，那不是分享。你有我黄医生全部的啊，这是魏宇无法度比的。我知影你安尼五年是足痛苦，我咪感觉足死嘞。我唔过我甲你保证，咱俩做伙的时阵，你我百分之百心，百分之百认真。小白兔甲飞鸟经过遐尔啊侪困难，总算是做伙啊。你先坐一下，这就是明阿云的安排啊。即卖感觉痛苦，迄是因为你唔知影未来快乐。之前些默契的心有灵犀，迄拢是开胃小菜。你即卖开始，你会当真正享受着我对你所有的疼惜。是玉生的声呢，是打电话给玉生看林杰话。哈，娘娘你啊！妈妈，救命！啊！媳妇，安娜，老公，你无生气啊？我生气，我无啊，我哪有咧生气？迄是因为哦，我是足想你，感觉足寂寞啊。无啦，迄一日就过啊。安尼就好，我阁感觉讲你真歹势。无啦，是我应该跟你维系咧，我应该体谅哦，恁照顾妈妈足辛苦。阿妈，即摆喏，不是讲要给我百分之百的代金，看起来即摆好为云呢，嘛不输啊。我妈食完药啊，药有较好啊，哎，叫我放心，莫烦恼。我想讲，我妈踮伫厝，应该嘛袂有啥物代志，所以讲，我就来饭店啊。你来饭店啊？应该就是这间啊，老公，我入去啊。我无伫，我无伫，喂。明明就有听到声音，哪无人啊？等去做我的化妆师，你先等。等，等你们等到什么时阵？水宝，老公，我有准讲你伫房间内底呢。无啊，我伫电话内底一直甲你讲，我无伫个，无伫个，无伫个，一直挂电话，你无听着。啊，不过我明明就有听到你的声音啊。
迄是你想过想我，甲别人当作是我，是我。等你规身躯拢是汗。哦，我拄则咧泡温泉啦，啊，想要看到你急要转来，所以就，是我来进去。啊！你是泡温泉泡到我烧，那这是热情啊！不是，那是我想过想你啊，看到你这欢喜。这敢是，敢是命运的安排？我才头一遍做歹代志，刚刚就要叫我，叫我人抓到啊！美颜，美颜。你哪会叫美颜啊？啊，你身躯顶哪有美颜糖水味哈？敢是？啊，我想起来，就是这个味也无怪。我拄才在泡温泉的时阵哦，有一个残缺查甫的查甫，一直伫遐在喷香水，喷香水，我就感觉足奇怪，原来是这个味啦。查甫的喷查甫的香水。真奇怪啊！嗯啊，足奇怪啊！哥，你甲我看哦，我差一点啊，叫柜台人甲赶走啊！啊对啊，你不是讲美美是喷这個香水？阿公哦，换一个，这毛病啊！啊好，我先去洗身躯哈，是不？去。喂，怀云。好美啊！你做甚只电话啊？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就我甲玉生来温泉饭店啊，啊，本来想讲爱好好享受两人时光，结果见老家无欢喜，今麦玉生拢无要睬我，敢是我最近拢无在关心伊啊？这甲我什么关系啊？无啦，我想讲你拢有在追剧啊，一定知影就是浪漫的桥段啊，敢会当传授一两招好啊？临时抱佛脚节，和玉生结惊喜。我无想要看到玉生傲嘟嘟转去。我过来帮助因阿婆好好。这敢是很细胞？这绝对不是我性格歹，卡输我因较体贴的，不是刚搞按摩甲我做对，我们唔免去遐呢，规身躯细胞拢死一半。美颜哦，就一点当了解我的想法。啊啊对啊，拄只我因来，我就向公公离开啊，你一定就袂爽快啊。总算是接电话啊！我伫打电话给你，你讲什么人讲话啊？我拄只咧甲你的水某热线。维云甲你讲啥？你唔免紧张啊！维云是要给你惊喜，你等下就好好享受，我要来走啊！祝恁两个人哦，生日快乐！不是啦，你要去倒位？你袂用走啦！喂，我留落来要创啥？等下若是无说你去拄着你，我毋是足尴尬的。我是要甲维云讲我伫遮，阿是你想要甲我关伫迄房间，互我等一个永远拢袂来的查某人？迄是意外，你莫生气，我拜托你莫走好无？喂，你做袂到的代志，你就莫凊彩答应啦。而且这毋是意外，这以后一定会常常发生。我无想要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。我也无想要继续反背维云，咱结束啊，再见。喂，美颜，我袂当让美颜离开。Look，
Thank you.